好，欢迎收看小号游戏。好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岩浆房。哼哼，以后小偷还敢不敢去你家嘞？只要你拿上了这把宝剑，你就可以进去这个岩浆房喽。这个秘密可不能告诉外人，告诉你就惨兮兮了哦。这会不会有点太散？好了再说吧。这里，哇，这岩浆房漂亮！哇，这岩浆房好漂亮啊！岩浆房啊，想进去，哎，想进去就用能量剑，绝对不会被烫到。看到没有，我身上一点烫都没有，这就是我们的岩浆房啦！谁还敢进你家偷东西？用能量剑就可以进出，厉害吧？我那么多期盼，那么多期盼，知道吗？我多帅呀！我为什么这么帅呢？小伙伴觉得好玩的可以给我点个赞，如果还什么不会的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期待下期小号游戏，拜拜。